善化联络处的大爱巧一方欢喜揭牌，巧一方作品众多，像是这俏皮的爱心兔，就是慈济志工亲手制作。初学者哦，乱挂线。仔细说明车缝方法，一小块布，工序复杂，有些还要车边。志工团队充满热情，因为这些布料都是工厂大批生产之后的剩料，透过巧手改造再生。 大爱感恩科技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剩料，有一些产品的这个材料呢，可以用巧遇的方式把它做成各种小饰品，来跟我们全省各地的一个会众，甚至以世界各地来结缘。善化联络处改建之前，巧遇方就存在，但规模较小。如今志工妥善规划场域，扩大编制。巧遇方它是一个接引会众的地方。 它是一个邻居散气跟道气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很快把巧遇坊把它凝聚起来。在志工付出的一针一线当中，要让地球点滴资源有最佳的发挥。大安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和生、王永洲台南报道。